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之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复活节守夜礼仪里面九篇读经的意思。四旬期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甘心情愿接受十字架那么痛苦的刑罚，所以我们都要悔改归义，透过克己、守斋、善功、爱德工作，作为我们顺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一个表现，为我们自己和为其他人的得救呢，是好好地准备庆祝复活节。所以四旬期的目的呢，是为了庆祝复活节，而圣周就是复活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星期。咁喺圣周里面嘅逾越节三日庆典咧，就更加系成个圣周嘅高峰。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分享解释嘅，正正系呢三日庆典里面最后嘅一日，复活守夜礼仪中嘅九篇读经。天主教会点解要喺呢一夜选择呢啲读经？到底呢啲读经同当晚要举行的圣日有无圣事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个教会传统已经是有很久的历史。教会在复活守夜的礼仪为慕道者领洗，第三世纪呢，我们已经开始在罗马出现，去到第四世纪就已经在整个西方是盛行的。凡尔的礼仪宪章第七号列出主耶稣基督在不同的情况之下的几种能作。首先他是会能作在他的圣事里面，然后呢在诵读天主圣言的时候呢，他都会在圣言里面能作，还有如果有人是聚集在一起以教会的名义祈祷呢，他都在这个是祈祷的聚会里面。而复活守夜的礼仪里面的圣道礼，正正是教会对于教导他的子民的一个是好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复活节的守夜的礼仪的读经呢，是完全一个是对话的方式，是要提醒大家参加礼仪的时候要意识到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礼仪聚会里面同佢嘅子民嘅對話。我哋都知道啱講過啦，喺復活節守夜嘅禮裏邊，教會會為佢嘅後世者，即係嗰啲經過咗慕道過程，係教會係評核過係合格可以做教會嘅人咧，去服侍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過咗今晚咧，咁呢啲後世者就會變成教友做教会的仔女，所以教会是很希望呢，在他们成为教友之前最后一次好好地用天主的话来到教训吩咐他们。那这个都是为什么复活节守夜呢会有这么多篇圣经的原因来的。就在当晚的读经呢，还有呢就不只是只是一个教导反悔教育的层面，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思想呢，刚才都啱提过，是要告诉所有参加聚会的人，包括后世者听，在这一晚的聚会里面是主耶稣自己亲自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讲的。在当晚例如里面点燃的那个巴斯挂蜡烛，就是一个是很明显的记号，因为耶稣基督自開始就被教會是教導我們呢，他是照耀普世的真光。而該晚的聖經選讀的編排呢，是有九篇，前面那七篇呢是選自舊約，後面那兩篇是新約，一篇是中途書信，一篇一齊福音。在这九篇读经里面，
最緊要的一篇咧就係、是、第三篇黃海。咁我哋而家咧就暫時咧係唔講佢住，我哋會跟住次序一篇篇咧咁去同大家分享同埋分析。咁去到第三篇嗰陣時咧，呢個希伯倫過紅海嘅嗰個事件咧，我哋就會再同大家係講下嘅。第一篇讀經咧係選自創世紀嘅第一章第一節起，去到第二章第二節。咁如果係對聖經比較熟啲、會勤力查經嘅朋友咧，就會一即刻記得咧，呢個係講天主嘅創造啊。咁呢一篇讀經嘅選擇咧，教會係希望透過呢個禮儀行動。啊，我呢度都提一提各位，聖經如果我哋自己讀，喺屋企個人讀，當然好有益處啦嚇。甚至係做聖經分享小團體讀咧，都係好好嘅。但係同喺禮儀裏面嘅讀經咧，係完全唔同嘅。因為喺禮儀裏面嘅讀經咧，係透過禮儀裏面舉行嘅聖事或者禮儀行動，天主喺嗰篇讀經講嘅話或者做嘅行動咧，係會喺呢一刻讀經嘅一刻成為事實。咁呢個咧，我哋要就記住啦。如果唔係咧，唔從呢個角度去睇，咁呢九篇讀經喺今晚禮裏邊咧，只會令人覺得沉悶，就唔會個人有啲咩，唔會俾人覺得有啲咩特別嘅意思嘅嚇。好，咁啊呢個天主嘅創造嗰個敘述咧，係講天主點喺六日裏邊將混沌嘅水分開啊，有穹蒼啊，有天啊，有地啊，咁又將地嘅大水咧係聚集埋一齊成為海啦。跟住咧，陸地嗰度咧又會開始種植一啲青草啦、樹木啦、果子啦、蔬菜啦咁。然之後又會喺海裏邊又會做咗海裏邊嗰啲生物啦。地上有野獸啊咁，跟住天空又有啲飛鳥。然之後咧，最後就天主做咗人，就係做咗一男同埋一女。然後又將呢個佢所做嘅呢一個受造界嘅所有嘅嘢，從天上、地上到海中，都係交俾人去照管。要聽清楚，交俾佢照管，就唔係俾佢主人。所以他是要幫天主去看管、愛護，是用這個天啊、地啊、海啊裏面能夠提供的所有他可以找到的東西去養活他的生命的。那就是在這方面呢我們要注意了。譬如現在我們很喜歡放什麼環保意識啊那些，其實第一章創世紀天主已經教得我們很清楚。咁就喺呢個讀經裏邊咧，咁係講創造啦嚇咁。咁啊到底咧就有啲乜嘢嘅特別意思咧？係咪淨係俾我哋聽下天主點樣創造咁簡單咧？其實唔係嘅。喺呢、這個復活首夜慶祝耶穌透過佢嘅逾越節嚟拯救人類嘅呢一晚咧，係讀呢個創世紀。教會是刻意要我們邀請我們去面對兩種創造。第一種呢就是剛才我們聽的天主在創世之初所做的創造，包括創造我們的人。但是呢更加重要的是另外一個創造。如果你們會去看一看這篇聖經，時間關係我們沒法接讀，你會知道天主每天做完事他都會寫著天主認為好，天主做的事是完全好，是沒有瑕疵的。但是可惜因為人類原祖的遺命，令到罪是入了世界，就將所有這個天主做的美好一切，包括我們自己人類的生命呢都毀滅了。好在天主沒有放棄我們，所以他今晚呢派了他的兒子來
藉住耶穌基督復活嘅真光，呢、这個世界被我哋嘅罪毀滅嘅世界重新再次被創造。所以即係話，耶穌基督喺佢如奧跡裏邊為我哋賺取嘅咧，係一個完全重新被創造嘅世界。即係佢係透過佢嘅如奧跡，佢嘅苦難、死亡、埋葬、復活，恢復曬所有被我哋破壞咗嘅嗰個世界。咁我哋喺呢一個思想上邊咧，就保羅中途寫俾厄弗所人嘅書第一章十節咧，佢都有一句咧係幾有意思嘅。佢話：當時期一滿，就使天上地上的萬物總歸於元首基督。咁喺呢個兩個創造嘅行動裏面，中間都有我哋人喺度。咁第一個創造裏面，大家都記得啦，亞當係犯咗罪啊，係就唔聽天主嘅話啦，犯咗違命嘅罪。咁啊，就累到咧喺佢嘅後代子孫裏邊咧，就都要承受呢個原罪嘅後果啦。好在咧，喺呢個新嘅創造裏邊咧，基督以佢自己嘅聽命服從，接受聖父嘅派遣，嚟到呢個世界，用佢嘅如奧跡係拯救我哋。所以是耶穌基督的聽命服從和元祖父母的遺命呢，就剛剛成為一個對比。那我們如果是願意接受基督的話，我們就可以呢是在祂的幫助之下，藉著參與祂的如奧跡，透過聖洗聖事，我們會成為一個新的受造物。所以為什麼保羅中途在哥羅西人書三章十節講了一句，我想個個都認識的了，如果是會是很乖地定期參加彌撒，就一定聽過這一句經文。他說所有因聖洗而歸於基督的人呢，是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即是照創造者的肖像而更新。因為第一個創造裏面，天主以祂的肖像做了我們，但我們將這個肖像毀壞了。那第二個亞當，新亞當來到，透過祂的創造呢，我們就成為一個新人。所以為何穿上基督，成為基督的。好，那那些在等著領洗的慕道者，他們透過他們在之前慕道期學的那些道理呢，那多多少少呢，他們都會明白到透過聖洗聖事呢，他們會被天主改變。怎樣改變法呢？是一個徹底的改變，是將他們提升到做了天主聖父的子女。所以希望我們做教友的要記得，聖洗聖事不是只是一個例子那麼簡單，它是將我們從本質上改變，成為天主的子女。我們領完洗之後，就開始了我們做聖人的第一步。當然了，這個改變呢，就是未到最後圓滿的階段的。不過我們又知道什麼是總有圓滿的一天，好像是約望中途在默示錄21章五節所說的，是舊的一定會過去，新的就會來，然後呢，各位坐在寶座上的就會宣布，看，我已更新了一切。那我們在這個第一篇讀經之後，就都會聽到是主祭呢會有一個祈禱的。這個祈禱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要告訴我們聽，這個第二次的新創造在這一刻讀經的這一刻，主祭祈禱的這一刻就出現。所以那個是經文呢都很有意思，我都不妨呢就念一次給大家聽。
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在一切工程上显示出你奇妙的安排，求你帮助你所救赎的人都明了，在这世末我们的与至高羊基督的牺牲所完成的救世工程，比当初的创造工程更为卓越。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以上咧就系第一篇读经创世嗰个叙述嘅一啲系分享同埋解释。咁跟住我哋就睇下第二篇读经啦。头先都讲过啦，九篇读经里边前面七篇都系嚟自旧约嘅。咁第二篇读经咧就系创世纪二十二一至十八节，系讲亚巴郎听命献子的那个是叙述的。相信大家也是对这段经文是非常熟悉的了、就是有一天天主试探亚巴洛，就对他说、你带着你的仔伊撒格呢就去一个呢叫做摩尼亚的地方，那你要在那里呢就将他献做全能祭献给我。亚巴洛真的很犀利，他二话不说即刻咧就連柴都攞埋，阿軒船帆仔要燒噶嘛，咁啊帶住個仔，仲係要伊撒格自己孭住啲柴，咁就帶埋啲工人咁啊去。咁行啊行啊，伊撒格都問佢：佢阿爸嗰啲獻祭嘅嗰個祭品嗰個喺邊度啊？阿巴郎話：天主會佢會照顧嘅嚇。咁去到佢真係架起一個祭壇，整好啲柴火，跟住就真係舉刀要殺伊撒格。咁終於咧，天主就派啲神祭祀佢，咁就話咧，佢知道佢對佢信德啦嚇，咁就叫佢捉多隻一隻羔羊咧，就公綿羊咧就殺咗嘅。從今晚嗰個禮儀裏邊嗰個係內容嘅角度嚟睇咧，咁就呢篇經文咧，其實咧係仲有係一啲好特別嘅意思嘅嚇。我哋從亞巴郎獻子嘅呢一個敘述咧。我們可以看到兩件事，第一是亞巴郎對天主的信德，另外就是我們由伊撒格這個獨子被犧牲的這件事呢，會聯想到呢天主聖父怎樣犧牲他自己的獨生子，就好像伊撒格終於都不用死，免一死這件事實呢，我們都可以是看到聖父最終都是讓他的聖子是復活的。那對於今晚要領受聖洗的那些後世者來說，他們有什麼反省和要學習到什麼呢？最重要就是要學習對天主的一種是無條件的信德。那當然要用一份這樣的信德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大家都知道信德是不可以用任何的交換的，是一份禮物來的。保羅宗徒其實在他的書信裡面都提了不少次，在天主給人最大的禮物裡面，除了生命就是信德，所以我們是要求天主給我們信德的。那今晚這些後世者他們會領受聖洗聖事，也是一個他們最好和最難得獲得這個信德的機會。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聖神自己會親自來將這份信德給他們。在這個這麼簡單的解釋裡面，事實上呢，如果從神學角度來看呢，這一篇讀經裡面呢是帶有一個很深的聖三的福度，有聖父的計劃，有聖子的完成，同埋咧都有聖神的參與，推動我哋人咧去接受呢一份信德。就呢一份信德點解會咁緊要咧？咁我哋從耶穌基督嘅身上咧就唔係睇得好清楚，因為耶穌基督自己係天主，佢就唔需要信德嘅。咁但係我哋喺亞巴郎身上咧就睇得好清楚。只要你有啲信德，你係無論考驗遇到嘅係乜嘢，
你都会过到关的。因为你知道天主他最后他会将死亡变成生命。所以是为什么阿巴郎他自开始由天主同佢立约嘅嗰刻起咧，佢已经咧系被称为信德之父，亦都系所有一切唔知系希伯来犹太人，一切相信基督嘅人，佢都系我哋嘅信德之父，亦都为我哋立咗一个系好好嘅榜样。咁所以咧就可以话咧。阿巴郎獻子的這段經文呢是有非常之深的逾越節色彩。為什麼？因為讓我們看到人對天主的無條件服從，甚至犧牲自己的獨生子，最終結局呢不是指向死亡，不用犧牲。在这个事件的最尽头出现的是生命，还有一个民族的诞生。那这个民族就不是指希伯来民族那么简单，我们都是属于这个民族新约的子民。他说了是逾越节色彩，是跟基督的拯救行动有关的嘛。那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會理解到那個讀經的緊要，希望大家多啲默想翻去諗下，你會看到裏面咧嘅思想係幾深，同埋原來我哋都是屬於呢個民族裏面一份子，在呢個故事裏面，我哋有一個位喺度嘅。好，咁唔經唔覺第二個都講埋啦，咁我哋去到第三篇讀經，咁頭先開始講過啦，第三篇讀經是成晚。九篇讀經裏面最重要的一篇，咁喺今日嘅禮儀嘅選經嗰度，一般會選第一篇啦嚇，創世啦，咁同埋一定要選呢篇嘅嚇。如果冇咗呢篇咧，就冇預兆，嗰、那個係前夕嘅慶典噶啦嚇。咁呢篇讀經咧就係、是、選自出谷記十四、十五，去到出谷記十五一至十八。很長的一段經文，亦都是很有趣的一段經文，就是講天主怎樣是守護住那些希伯來人離開埃及，過紅海呢，是一夜中紅海的水吹乾了，讓他們可以不濕腳地走了過去，還有是不止這樣，還將後來跟著要去追殺那些希伯來人的那些埃及的軍隊呢，是全部呢是將他們滅亡的，將那些水去倒流呢是浸死了他們。那這篇讀經他有什麼最重要的思想呢？其實藉著今晚這個逾節守夜禮裡面，要為那些後世者靈洗，將他們是從一個是與天主為敵的罪人，透過聖經聖事咧，係成為天主嘅子民。聖教會好想透過呢篇讀經提醒呢啲要領洗嘅後世者，都提醒在場參加教會嘅禮儀。當年亞威為以色列子民所做嘅一切，點樣帶佢哋離開埃及，走過紅海，係殲滅咗法老嘅軍隊。同一位的這位主聖父在這一刻，他也都正正是透過他派遣來為我們犧牲的真正的逾節羔羊，跟我們講話，是將這個拯救行動實現在我們身上。所以即是說我們就是這個子民，而基督他會告訴我們聽，聖經上所記載亞威為他的子民所做的一切，他今晚都會為我們做，還有他繼續會為我們做些什麼。所以我們大家會很靜地
坐一段聽呢個聖經嘅宣讀，喺適時咧又會有啲回應嘅。我哋會做啲咩回應呢？因為嗰啲話咧會令到我哋充滿希望，亦都充滿喜樂，同埋我哋都從讀嘅經文裏邊睇到天主到底係做咗啲乜嘢咁令人驚喜嘅事，而對佢感恩。咁所以咧我哋係都會咧用歌聲啊、合唱會咧嚟到回應佢。咁喺呢個讀完經以答唱會回應咗之後，咁主席都係會有一段祈禱嘅經文，就係向聖父祈禱嘅。咁呢個祈禱經文亦都係好清楚咁將今晚嘅禮儀裏面咧嘅主題咧係發揮咗出嚟，好清楚咁顯示出嚟嘅，就係天主往為以色列人做嘅嘢，佢今晚咧都會為我哋做。咁我都將個經文讀一次俾大家聽下。天主，你昔日所行的奇蹟，今日仍然閃閃生輝。正如你昔日曾以大能的右手拯救了一個被法輪迫害的民族，現在你願以再生的洗禮拯救整個人類。求你使天下萬民都能成為阿巴郎的子孫，圓滿地進入以色列選民的應許。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換句話說呢，其實在父前夕為後世者施行的聖仔聖事，就是當年過紅海事蹟的延續。所以呢，因為耶穌基督的緣故，因為我們這位墨西亞的來臨，過去曾經發生了的事，無論是多久之前，今天在舊的禮儀是會再發生一次。於是我們大家都會意識到，其實我們都是這個救恩史裡面的一份子。當年發生在紅海的奇蹟之後，會發生在那些領受聖洗聖事的人身上。咁就啱，我都係講過啦。聖洗聖事其實咧就係過紅海呢段歷史事件嘅延續。咁當年過紅海嘅嗰一幕咧，從歷史嘅角度嚟睇咧，唔單止會喺今晚嘅聖洗聖事裏邊係再次出現，或者應該話咧，今晚聖洗聖事所帶來的那種成效是比以前過紅海的那個事件是更加真實的。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大家都知道舊約呢是新約的預象來的，給我們知道呢是在新約發生的事，其實在舊約裡面呢是已經是一早講了，所以呢新約是舊約的滿全。好似當年啲希伯來過咗紅海，咁佢哋咧終究都係要死嘅嚇。咁但係如果我哋係真係相信基督，跟隨佢，領受咗聖洗聖事，我哋係永遠都唔會死嘅。啊，雖然之後我哋肉身係會同靈魂分開，但係我哋嘅生命咧係會永遠都延續進入永生。然之後咧係譬如根據靈修教宗很多十六世的教導呢，在世界終窮的時候，天主還會第三次創造我們，為我們再創造一個身體，跟他一起呢在天堂是永遠享福。